早上，先生，早上呆呆，你好吗？今我想介绍一个，我名叫海莫蒂啊。我今年35岁，我系一名人，我身高154公分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身高，我读是读中学毕业。我结咗婚，我有2个细路，我嘅老公系农夫，我以前喺台湾做嘢，3年前结束的物业住宿，在3栋3照顾老人家，我识照顾细路 BB 老人家，我识煮餸，活动整理，我识开开始买书、买生菜、买鱼、买生果、买肉冻给他。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会煮煮肉。我唔健康，我想去航空做嘢，因为我有温度的准备，我肯定到我自己。多谢先生，代代再见，喺香港，拜拜。